温泉镇的基本情况呢，组织部张部长已经给您介绍过了啊。经市委研究决定，派你到温泉镇担任镇党委书记兼镇长，这有着特殊的重要意义啊。当前，从中央到地方正在深入的开展新农村的建设工作。新农村的建设是新时期的新任务。 我们党的一切工作必须要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可是呢，我们的有些党员干部却不是这样。前段时间，我和张部长到温泉镇去检查抗旱工作。 刘书记，张部长，来前怎么不先打个电话？我们好去迎接你们呢。哎，请坐，请坐，请坐。那高主席，你们就先谈，我们两个人就回回村。你们镇的书记和镇长在什么地方？ 我们想了解一下镇里的抗旱情况。他俩的工作，王副镇长比较清楚。哎，我这个镇镇大主席，不好干预别人的工作。刚才在这儿玩麻将的两个人是什么人？啊，一个是古路村村长赵建强，您别看他膀大腰圆的，这个粗中有细；另外一个是沙坪村的村长。 丁贵，有志有谋啊，群众关系不错。哎，高主席，快来看呐，今天收获很大呀！快把食堂的崔师傅叫来加工加工。哎呀，不容易啊！我们转了大半天。 终于见到了我们的书记镇长，今天我和张部长收获也是很大的呀。一方面呢，看到了农民汗流浃背的在抗旱保苗；一方面呢，见到了我们这些镇领导们若无其事、悠闲自得。好，好啊。 像这样的领导干部，怎么能够带领广大群众建设新农村呢？哎，老罗，哎呀，在镇上，怎么说你也是个老书记了，怎么一大早打扫起院子来了？还早啊，都快10点钟了，镇上来干部一个都没上班，这像什么话吗？哎呀，这又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规矩啊！哦，也许大家知道啊，今天新书记要来上任。
在家里准备材料吧。哎，老罗啊，你不是也想把院子打扫干净，迎接新书记上任吗？啊，高主席，今天新书记过来怎么安排？哦，你快到老街紫云饭店去订两桌，告诉紫云来两桌上档次的啊，别让人误会我们看不起新来的书记。哎，老罗啊，你说是吧？啊？ 你让紫渊准备两条玉溪烟，记住了，要翻盖的啊。哎，再来两瓶国窖，1573。哎，明白。小凡呐，是高主席啊，有什么指示？小凡呐，今天新书记要到任，你知道吗？知道了，全镇的人都知道了。张副书记安排我给新来的书记整理下房间。好，好，好。哎。 你整理完房间以后，你去设法写一张欢迎新书记的横幅，挂在大院门口啊。我妈病了，还等我回去送药给她。写横幅，我可没那能耐，这事儿归宣传委员管。哎呀，我可只会不动弹。哎，那就不为难你了。花点钱，到街上请人制作一条横幅，那也不容易吗？ 好吧，啊，我走了啊。哎呀，高副书记，你呀，可比过去胖了啊！来了也不说一声，我和曹副镇长到镇口公路去接你。有人说有一个提行李包的人过来了，我估计是你，就追上来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曹副镇长，主管多种经营的。你好。 李书记辛苦了，处事不力啊，这叫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还在后面呢。<笑>张书记，宋支书，听说镇上来的新书记，我到镇上去找，说是还在路上。这位就是我们新上任的李书记，<笑>这位是我们王家村的宋支书，我已经不是村支书了，半年前被免职处分了。 李书记，我准备几顶草帽，送给李书记。我是曾受到免职处分的王家村党支书，在这里，我不想谈个人的委屈，只想向党组织反映我所了解的个别镇领导和村干部的一些情况。明天下午学校要开家长会，要你去参加。哎呀，宝宝，宝贝儿，爸爸没空。你怎么打牌就有空？没空也得去。哎，知道了。 爸爸，嗯，你能不能给我一点钱去买书呀？没，你说现在这孩子就认识钱，说白。保安，我跟你们说哈，那个龙兴镇那个李东江，我在市里开会见过他，他爱系条红领带，神气活现的，那哪像个？ 镇干部怎么能和咱农民打成一片呢？还上级还派他来当镇长，他对咱们这情况是一点都不了解，就要让他再折腾个3年2年的，那咱老百姓非得出去讨饭就不可。一统，过去市里啊，总是表扬龙兴镇，这也搞得好，那也搞得好。 我就不相信。哎，照我说呀，他们完全是欺上瞒下。哎，那个李东江，肯定是犯了什么错误。
才调到咱们这儿来的。李书记，你是？我是播音员，我叫文佳。李书记，这是你的衣服，撂在院子里忘记收了，我就给你。哎呀，太谢谢了。哎，没事儿。来，坐。哎。哎呀，谁画的呀？真漂亮，我女儿画的，是吗？你看，就是她。哎呀，真可爱。来，坐呀。哎，来喝水。哎，谢谢书记。小王啊，我初来乍到，想向你了解一下镇上的情况。我只是个播音员。知道的情况也不多，只知道镇上没有一家像样的企业，全镇20000多人，大部分青壮劳动力都外出打工了，就剩下3861、6199部队修理地球。3861、6199部队，什么意思？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啊？38妇女节、61儿童节、99重阳节，知道吧？地里的农活就指望这些人，农业怎么能搞上去？再加上又没有乡镇企业，养殖业也搞不好。现在又号召建设新农村，我看只是喊喊口号吧。那依你看，该怎么办呢？依我看，我们温泉镇以丰富的温泉资源而得名，可是现在仅有一家只能容纳几十人的温泉经营场所。镇上开发温泉的计划，市里早就批了下来，就是动不了。为什么？领导间的事儿我哪能知道啊？我有一个远房表哥，在深圳开了一家企业，多次叫我过去协助他。我就是怀着一种希望留了下来。要是再这样下去啊，我也要外出打工了。哎，来，高主席，哎，喝一杯。佳佳啊，最近小煤窑怎么样？我现在那小煤窑相当的红火。高主席，不知道你对李东江这小子了解多少？听说他当过兵。做事是雷厉风行啊，是说一不二。听说还有点小智商，他来了肯定要抓政绩，你和他在一起可要多加小心呐。这个人呐，接触不多，交情也不深，开会时候见过几面。哎，不过他在龙兴镇搞得相当不错。现在是红人，这次他下派到咱们温泉镇，我给他接风，他愣是没给面子。哎呀，我看以后啊，我们办事啊，会相当不利啊。高主席，依我看，这个姓李的呀，他只要不妨碍咱们的利益，他想怎么干他就怎么干，咱们推着帮着。可如果他要是妨碍到咱们，只要您点个头，我给他下个套。这方面啊，我拿手啊。话是这么说，高主席，等换届选举的时候，一定想办法把王平小老弟推到镇长的位置上去。高主席，我要是当上镇长，我肯定把咱自己人都拉到镇机关来。到时候，镇上要想办个什么事儿，那还不都咱自己人说了算？
哎，对呀，来，喝酒，来了，喝，干！别高兴得太早了，大家要抓紧时间活动，趁那个姓李的立足未稳，我们要让他自己提出来，从温泉镇调走。来，干！干！来，干！刷干！干！这个镇党委关于整顿机关纪律和严格财务制度的决定，在党员和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大多数人精神振奋，但也有个别人，是谁啊？镇财政所注册的。你准备去哪里呀？我已让办公室通知高仲和王平一起到古鲁村去，你如果有时间也一同去吧。去古鲁村干什么呀？据宋支书反映，古鲁村村长赵建强承包的小煤窑开采手续不全，与镇上签订的协议不合法。我查证了一下，反映情况属实。我准备把关闭小煤窑当作突破口。可以，我和您一起去。东家，最近有些人利用你刚来到温泉镇，立足未稳，搞非组织活动，你可要小心呀。没关系，一切以大局为重。我坚信邪不压正。再说，还有你这位老朋友，走。建强，赵建强，来了，来了。谁呀？都什么时候还在睡大觉啊？占强，是不是昨晚开会开得太晚了？啊？对，哎呀，那昨天晚上那会是一个会接一个会的那么开呀，那赶快进屋坐吧。这屋就不进去了。那就外边坐，我外边凉快。来，书记，请坐。建强啊，你把那个承包小煤窑的手续啊拿出来给李书记看看啊。哎呀，这一时不太好找，我去找找看，可能是找不到了。不用找了，我这有一份。矿产资源开发相关手续有问题，安全生产的许可证是过期的。这啊，哎，李书记啊，这是上一任镇长啊，好大喜功，又急于求成。哎，我是给建强做了好多思想工作，他才肯承包的。啊？对，要不是高主席出面，我才不承包呢。这些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我可以不追究。但像这样违法乱纪的干下去，是要酿成大祸的，必须立刻停止开采。李书记啊，这可是件大事儿啊！你作为镇党委书记，你应该懂得，必须要召开镇领导和有关人员的会议，认真研究讨论，才能做出决定啊！你怎么一个人竟宣布这样的命令啊？老高啊，这本来就是违法行为，没有再商讨的必要。那好吧，既然如此，我就不奉陪了。
本来在龙兴镇离市里近，每天还能回家住。到了温泉镇，十天半个月你都不一定能回来一次。像你这种干部，年年工作受表扬，每年上缴利税数第一，本来应该得到提拔。这下倒好，不但没有提拔，反而变成下派。哎呀，提拔也好，下派也好，组织安排我总得服从吧。说得轻巧，组织安排，那家庭怎么安排？去去去，把女儿画的画拿来。哎呀，看我女儿画的啊！你这一走啊，不知道是三年还是五年。露露那么小，每天上学要接送，我还要到医院值班，真不知道怎么过。你当然愿意离开我们了，又轻松又自在。少说两句啊。对了，你值夜班的事儿，组织上已经和医院联系好了。再说，我也会经常回家来看你们的。温泉开发众望所归，势在必行，宜早不宜迟，宜快不宜慢。镇政府已经和深圳一家公司联合组建了温泉开发公司，温泉城的选址已经确定。现在，关键问题是要物色一个政治思想素质高、工作能力强、有威信的干部，来负责修筑通往温泉城的公路工程。大家讨论一下。我先说说吧，我建议由王家村的宋支书担任。他不是曾受到过免职处分吗？我认为当时对他的处分有些不公正，宋支书他不是那种人。镇党委调查过没有？去年夏天，上一任书记镇长接到一封匿名举报信，说宋支书和自己的儿媳妇长期勾搭成奸，后来派高仲和王平去调查的，其调查的结果是举报材料属实。宋支书当然不服，后来啊又派我和曹副书记去调查。可事实是，宋支书的老婆已病故多年，有一个儿子在外地做木匠活，逢年过节都要回来。一个女儿已嫁到外村，家里只留下宋支书和儿媳娟子。娟子过门后很贤惠，操持家务勤勤俭俭，弟弟的农活抢着干。就在她怀孕三个月的时候，由于年轻不懂得孕期保健，结果出事了。娟子，你怎么了？娟子，娟子，我让你别干活，别干活。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呀？啊，疼吗？我给你找点药去。哎呦，院长，你忍着点啊，忍着点啊，我送你去医院啊，忍着点啊。真是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时候，村里有位多嘴的婆娘，因为和邻居发生纠纷，找宋支书评理，刚好看到了这一幕。我向那位多嘴的婆娘和周围的邻居了解过，举报信里所说的那些事儿绝对不可能发生。我看也不可能。那举报信又是谁写的？他们的目的是什么？
问题就在这里。事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去年冬天，宋支书又发生了一起嫖娼事件。这又是怎么回事？我曾向镇派出所了解过，据陈所长介绍，在什么地方？龙湖宾馆，208房。你是哪位？喂，喂，喂！当时以党员干部嫖娼违纪处理，给予免职处分。随后，我和曹副镇长找到3、4个人了解，实际情况是：那天是沙坪村筹建的龙湖宾馆开业1周年庆典，村长丁贵邀请了宋支书和一些人到场祝贺。晚餐时相互敬酒，宋支书没能把握自己的酒量，当场便醉倒了。有人趁机安排了个小姐。我看是有人设下圈套，故意陷害。当时呢，大多数群众对搞温泉开发积极性很高，非常的赞同。而对古芦村的小煤窑，大家一直意见都很大。宋支书呢，就代表大多数群众的利益，给市委的刘书记写了一封信，估计呢，就是这封信惹了祸，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所以才遭到诬陷报复。像这样能够代表广大群众利益的党员，才真正显示出了党的先进性。新农村建设才能更好的实施。对于这样的党员干部，要尽快的落实复职。温泉开发区啊，涉及到一些坟地，要尽快的做好迁移工作。这件事儿由曹副镇长和张副书记负责。我们呀，应该出去走一走，开阔一下眼界。学习一下人家开发旅游产业的好经验。老钱啊，你们开发这个景区采取的什么形式啊？有村民呢和开发商组成联合体，共同投资开发，共同经营。镇政府啊，只是在道路、电力，还有租用土地方面，与有关部门协调。工作方法很老道嘛。哪里啊，还得像李书记你呀，多多讨教啊。先生啊！
连了连。老高，里边请。哎，小李啊，哎呀，你这白天晚上忙工作，这还得自己洗衣服、打扫房间，哎，够辛苦的。哎，我说，这以后啊，生活方面的琐事儿啊，你就别干了啊。哦，我已经安排小文呢帮你做了，你省一份心嘛。哎呀，我呀已经习惯自己动手了。来，抽烟。小李啊，最近外出考察怎么样？大开眼界，收获呀颇大。好，好，好。哎呀，真是委屈你了。你从比较发达的龙兴镇下派到这里，这全镇上下都把建设新农村的希望寄托在你身上了啊！哪里？你在这镇上工作了20多年，上上下下都非常熟悉。我应该很好的向你请教才是啊！哎，请教可不敢当啊。不过，这教训呢还是有的。我这个人呢，没有经验，有教训啊。就拿这个温泉开发的事来说吧，这可是个大事儿啊，牵一发而动全局，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从村里到镇上，从镇上到市里。人际关系复杂，哎呀，困难实在是太大了。要不然，上级镇领导早把规划变成现实了。哎呀，哪还用得着等到现在呀？所以呢，我是好心呢给你提个醒。这个项目，我个人觉得，目前最好不要动，免得弄得你骑虎难下。不好收拾啊！啊，我想，只要对群众的利益有好处，再大的困难，我们也一定要想办法。我们经常说“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嘛。更何况，张官镇、铜井镇的旅游开发已经走在了前面，而且已经取得了可观的经济效益。老高啊，我们镇的温泉资源十分丰富，水质一流，再加上古镇整修、山水开发，这规划一旦实现了，那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啊！哎呀，小李啊，你是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啊！要是搞不成、半途而废、失败了怎么办？啊，当然了。你可以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啊，可是这全镇上下2万多人口，你让他们怎么生活？你考虑过了吗？我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在我脑子里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好吧，那你自己看着办吧。小文，李书记，高主席你也在呀、啊。李书记，张副书记让我来通知你们，市旅游局马局长和开发公司周总在会议室等你们去开会。哦，哎，小李啊，我们去吧。今天晚上召集全镇12个村的村干部开个现场会。经过我们与投资方多次洽谈，投资方呢要求我们将开发温泉占地的赔偿和必要的基础设施，你比如说公路修筑、电力供给等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了，他们的资金啊才能到位。现在呢，我想请各村的村干部根据各村的实际情况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来。那我就先说两句，既然是联合开发，那投资商他就得出一点钱的嘛，
不出钱，这里肯定是有问题的。对，对不对？对，当心呐，别上了那大老板的当啊！是是，上当了。我们可以根据工程的实际需要，先向群众给予部分资，再由各村出工出力，采取先记账后复筹的方式。大家看一看，这样行不行啊？我看这个办法呀，行不通。哎，咱农民讲的是实际利益呀，啊，这个项目搞了好多年了，几届镇领导都没搞下来，这回搞到一半，万一搞砸了啊，这不是害了我们农民吗？啊，这个责任谁来负啊？我也说两句，搞活经济，旅游开发是个好项目。刚才罗书记说的对，只要我们把投资环境搞好了，还怕没人来投资吗？再说这些年党的农村政策好，我们每家每户多少有些存款吧，和我们相邻的张关镇、铜井镇，人家每年的旅游收益是上千万元的。只要我们的村干部把建设新农村的美好前景给村民们讲明白了，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资金的问题是可以克服的。本人带个头，自愿拿出两万元，算投资算借用都行。行，我出五千。我出八千。我出一万。我出两万。老高，高主席，李书记，你们谈，我有事儿就先去办事儿了。好好好。小李啊，昨晚开会的目的是不是想搞集资、搞摊派啊？老高啊，绝对没这个目的，我是想发动村干部集思广益，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我要集的是广大村干部和群众的智慧和信心。哦，对了，说到集资啊，我应该向你通报个事儿。前年镇政府向各村集资修筑公路的款，镇党委研究了个方案。哦，你看看。根据中央有关文件精神，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落实税费改革，所集修路的款子一律要退还，一分不能少。你这是开玩笑说大话呀，哪有钱退还呢？那么钱到哪里去了？哎呀，你太不了解情况了啊。不错，农民这两年确实是脱贫致富了，可是镇政府弄得是越来越穷啊，整天拆东墙补西墙。你问我钱哪儿去了？你去问上届镇领导啊。这样，在新街两侧可以修建店铺和商业设施，我们可以先用这部分土地的增益金来启动。我同意李书记的方案。我们镇多种经营效益还比较好，可以提供部分资金。温泉开发已经征用的土地补偿金还没有完全到位，现在小城镇建设的启动又需要资金，弄不好啊，群众是要闹事儿的。你是副镇长，要多做群众的思想工作吗？啊？老高说的对，会后啊，我们每位镇干部要分头到村民中做工作。Thank you.
叫谁？啊，我找李东江，你是？我是他爱人，我姓万，来看看他。哎呀，万姐，也没听李书记说起你要来，不然我去接你了。东江不在啊？不在，他和几个书记到村上去了。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呢？这说不准。哦，那万姐，你先到我房间坐会儿吧。那太麻烦你了。没事儿，谢谢了。哎，请进。请坐吧。好，喝点水。哦，谢谢。我叫文佳，是播音员，你就喊我小文好了。李书记来了以后啊，大家都说他工作挺有魄力的，对领导要求很严格，是我看到了家乡的希望。他空下来啊，还会帮我改新闻稿呢。对了，万姐，你还没吃饭吧？你先休息一下，我去给你弄点吃的。东江的衣服怎么会放在这儿？他到这儿才多长时间？难道就有了小蜜？可能吗？李书记，李书记，哎呀，你们来了，来，坐。温泉开发区里有十几个分队，我调查了一下，有两座是高东家的，其中国土局孙局长的祖父也包含在内，而且装修的相当豪华。要分头动员他们尽快搬迁，这件事儿由老罗负责。好，我转告他。关于施工用炸药问题，我到市公安局治安科联系过了。炸药是危险品，特别是储存炸药的房屋，几百米内不能有人居住。管理人员要专门培训，放炮人员要持证上岗。我们现在是一无房屋存放，二无放炮人员，怎么办？李书记，李书记，你的衣服帮你洗好了。哎呀，小文，你什么时候把我的脏衣服拿走了？以后啊，还是由我自己来洗，不然我都变成懒汉了。你工作太忙了，帮你洗洗衣服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小王说的对呀。开发温泉缺少资金的事儿，全镇的人都在议论，我想我能不能帮上点忙？你又不是大老板，哪来那么多钱啊？哦，对了，有一张字条是万姐留下的。哦，李书记，我们有事先走了。好，慢走啊。哎，小文，哎，来坐。哎，
东江，我来看望你，你工作忙没能见到，我回去了，保重。万丽来过这里，你怎么不告诉我？他昨天下午到的，我和你联系了，你手机关机。我没有关机啊。哦，没电了，你怎么没留他住下来啊？我到厨房给他煮了碗面条，端回来他就不见了，就看见桌上这张字条。他来之前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可能他想给你个意外惊喜吧。会不会因为远道而来没能见到你，生气回去了？李书记，我看你尽快回去一次，你也该回去看看了。好，我安排一下。怎么，今晚没人请吃啊？有啊，推了。到市里谈完工作，急着往家赶。你还知道有个家呀？嘿，什么话？共产党员也有七情六欲嘛，怎么没有家呢？啊？你还知道回家呀？要是那天我不到你那儿去，你今天会回家吗？哎呀，前段时间啊，工作实在是太忙了啊。是啊，你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不但忙着开会，还忙着给人修改新闻稿，连洗几件单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有人帮你洗，小蜜洗的吧？我又不是大款帅哥的，哪来什么小蜜？不是小蜜，为什么把你的衣服放在他的枕头上？放在枕头上和放在被窝里有什么区别？说什么呢？什么枕头被窝的？你怎么乱讲啊？我乱讲？当初我就不愿意你到那个偏僻的山沟里去。你去了多长时间了？你回来过一次没有？你不想我可以，露露呢？你不想她，她还想你呢。你呀，你是不了解镇上的情况。是，我是不了解你的情况。开始我还相信你是工作忙，可别人在电话里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你怎么解释？你什么意思嘛？什么意思你心里明白。你是有家室的人，我只希望你好自为之。别以为我不在你身边，可随时会有人打电话告诉我你的行踪。行踪？谁？谁这么无聊？这你就管不着了。要是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周哥，你人真好，为人正直，有远大理想和抱负，现在又是温泉城的总经理，事业有成。但是对我来说，感情的东西不能只靠这些，每个人对感情的理解不一样。你条件这么好，应该不缺少追求者，选择一个比我优秀的不好吗？我和你从小在一起，我考虑好了，我多么希望你能够嫁给我。多年来我始终抛不开你的影子，我是真心喜欢你，但不勉强你。你要借的钱我照样借给你，
不用了。为什么又不用了呢？你们镇上开发旅游产业，不是需要大量资金吗？那你为什么不直接借给镇政府呢？为这事儿，我不是不想直接借给他们，而是政府的形象往往被一些领导的腐败行为给搞坏了。前年，我给家乡安装闭路电视，赞助20万给政府，结果事儿没办成，钱却花光了。你说，我把那么多钱借给他们，该怎么办？哼，到时候借给他们的款还不出，我总不能把镇政府的门贴上封条吧？那你为什么愿意借给我呢？市委刘书记跟我说，李东江是个人才，很能干，加上旅游产业前景看好，但我还是心有余悸。这次愿意借钱给你，一方面是因为我喜欢你，为了你我可以付出一切，二来嘛，可以保证资金安全。周哥，你真坏。周哥，我们出去走走吧。好啊。什么？存放炸药的库房已经有了？好，好，好！记住，一定要安排可靠人员24小时值班。李书记，轱辘村小煤窑出事故了。什么？走，徐连长。情况怎么样？非常严重。一定要全力抢救。死亡的一共有几个人？没人死亡，两人受伤。怎么负伤呢？运煤的斗车年久失修，脱轨翻车压上的。哎，李书记，李书记，你们这是非法开采！镇政府早就下发文件让你们停厂关闭，你们为什么不停？李书记，李书记，情况是这样的，听我给你解释一下啊。那个，这个小煤窑啊是赵建强开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必须得听他的。关了小煤窑，我们靠什么收入？靠什么吃饭？对对，靠什么吃饭？你们糊涂！你们整天在煤窑里工作，没有任何安全保证，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你们连性命都保不住，还吃什么饭啊？李书记，我们听你的。对对，我们干，我们走。今天的事故由政府牵头，会同派出所调查清楚，拿出具体的意见上报市里。李书记，昨天我到筑路公路采访，写了篇新闻稿，请你帮我修改一下吧。好。是啊，你的工作实在是太忙了，不但忙着开会，还忙着给人修改新闻稿，连洗几件单衣服的时间都没有。有人帮你洗，小蜜洗的吧？小文啊，我来之前你的稿子都是交给谁修改审查呀？
是书记或是镇长啊。好，哎，坐呀。李书记，这次回家怎么不在家多待几天呢？哎，这里工作离不开呀。小文啊，以后我的衣服还是由我自己来洗，就不麻烦你了啊。我看你工作忙，帮你洗洗衣服那有什么呀？是不是有什么人在背后说闲话了？那倒没有。那是万吉知道我帮你洗衣服生气了，那我一定要给万吉解释一下。不必。哦，我看这篇稿子没什么问题，不用改了，拿去吧。不是不用改，我看是你不敢给我改稿子了。高主席，有新情况。什么情况？采石场已经开始备料，温泉开发区也已经开始施工了。嗯，还有罗副书记跟曹副镇长那边正在动员孙家尽快迁坟。我听说您跟孙家还有着亲戚关系。他们既然知道您跟孙家有这层关系，他干嘛不来找您商量商量？这不是明摆着不把您放在眼里吗？这个姓李的竟然要动起我家祖坟了。我可听说动了祖坟摆了风水，那祖祖辈辈都是要倒大霉的。高主席啊，您可不能袖手旁观呐。没那么容易。小王，你带我到古鲁村跑一趟，找一下建强。找建强有什么用？是国土局孙局长的爷爷，也就是建强老婆的爷爷。明白了。哦。告诉建强，在村里联络一下，坚决阻止姓李的迁坟。马上去。你先别走，你回来我跟你说个事儿。你又有什么事儿？上边给我来了个电话，说那个李东江要亲自找你谈迁坟的事儿。就是那个新来的李书记。你紧张啥呀你啊？那前几次他们来找你，你表现的是相当的优秀。你一发怒，一怒吼，一跺脚，他们不就夹着尾巴逃跑了吗？可是咱不了解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男人，啥人呢？他男人，他跟我都一个味儿。你该怎么对付你就怎么对付他，你就拿出对付我那办法：一跳河，二喝药，三上吊。那对付你行，对付李东江能行吗？咋不行啊？我告诉你，那李东江他是外乡人，我听人家说李东江他最怕的就是闹事儿的人。到时候你就这么办，你过来我跟你说。你那跟他说，到时候他一点辙都没有。你好，明天啊，我安排时间到采石场去一趟。另外，也请你向工程指挥部和技术人员强调一下，千万不要抢进度，一定要保证质量。好。小文，找我有事儿？找你几次了，你都不在办公室。李书记，开发温泉是我盼望已久的心愿。这我知道。第一次见面就听你说起过，我一直想为开发温泉出点力。好，那你就多到施工现场去采访，
多写点稿子，加大宣传力度。我想说的不是这回事儿，李书记，我的远房表哥已经答应借给我100万元的资金，他说了，用在旅游开发项目上，怎么样都行。我想把这笔钱转借给镇上，他已经同意了。你表哥是不是你曾说过的在深圳办企业的老板啊？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周明，是温泉城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哦，是他呀。为什么镇政府向他借款，他一口回绝，坚决不借，反而借给你个人？这种钱啊，我们不能借。李书记，你还是再考虑一下吧。对了，书记，有件事情应该向你汇报一下。昨天我到古路村采访，听见村民议论，说赵建强的老婆到处散布说，谁要动他爷爷的坟地，他就和谁拼命。知道了。文佳，文佳，李书记，文佳，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家就住在朱泽山的后面，这是条近路。我妈有高血压的老毛病，每周我都要回来一次看看她。哦，我的车呀就停在下边，我让司机送送你。不用，不用了。我从小啊就走山路，习惯了。走吧，我陪你下去。走。哎，好吧。小文啊，你丈夫还好吧？结婚几年了？他是做什么的？他原来也是镇上的副镇长。我们结婚才一年多。可是，去年的这个时候，这个小煤窑开采手续不齐全，又没有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为了保证大家的生命安全，镇里决定要立即停止开采。大家还是早点准备一下，回村去吧。你知不知道这小煤窑后台老板是谁？告诉你是高纵。不管后台老板是谁。今天必须要关闭，大家不要相信他的鬼话，把他赶回镇上去。好，赶回去。你我上。回到家以后，心脏病突发，送到医院的时候抢救无效。古路村到了多少？只来了20几个人。怎么回事？村长赵建强有资助申请，他承包的小煤窑被镇上给关闭了，他能高兴吗？干部不带头，什么事都办不好。老罗，你看这事儿该怎么办？赵建强太不像话了，绝不能让少数人影响工程的整个进度。李书记啊，我看有必要召开一次古路村党支部大会。我赞同。回头啊，把纪委张书记也找来，我要好好杀杀赵建强的威风。对。老姜，来。
温泉开发区的施工很快都要推进到坟地了，这迁坟的事儿啊，我和曹副镇长找过他们多次了，实在是说服不了他们。李书记啊，你看你能不能亲自去一趟？可以。大嫂，不要激动，凡事都可以商量解决，没有必要去拼命嘛。我知道你是赵村长的家属，你哥哥又是市国土局的领导，干部家属理应起模范作用吧？啊！你少来这一套！我爷爷的坟要管四代人，出了五福才能动土，现在才埋了十多年。那个时候为了给我爷爷选这块风水宝地，你们知道花了多少钱吗？你们赔得起吗？迁坟的事儿，根据有关文件精神，镇政府是会给予一定赔偿的，每个村民都要顾全大局嘛。再说了，镇政府搞温泉旅游开发也是为我们大家谋福利嘛。搞什么温泉开发？不搞开发我们也没有饿肚子，为群众谋利。哼，说得好听，看看电视上说的，抓了多少个贪官。孙大嫂啊，今天是协商迁坟的事儿，你别扯那么远好不好？大嫂，坟呐要迁，温泉城要建，这是市政府批准了的。镇领导组织实施，最终受益的还是广大的村民吗？我哥哥的官儿比你们大得多，镇干部算个球大的官儿。简直是无理取闹，蛮不讲理。你说谁不讲理呢？你这是骂我们老孙家的人，哼，我还怕你不成？谁跟你别胆大了？这是在开会，在讲道理。你下来，下来，你太不像话了，下来。哎，镇干部打人了。谁打你了？谁打你了？放开我！竟敢动手打人呢？打！打什么？放开我！你疯了！你今天放开我！谁呀？你们要干什么？大庭广众之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要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放手！你们打人了！五天内肯定把款划到镇政府的账户上来。哎呀，太好了，真是雪中送炭呀！谢谢周总，谢谢谢谢。你不应该谢我，应该谢他。对，应该谢谢温家。罗副书记，不好了，李书记和曹副镇长被人打了。没想到他们竟敢动手殴打镇领导，这件事儿一定要严肃查办。陈所长，你看，我明天一早就带几个人到现场了解一下情况。我看，这是一起严重的阻挠公务事件。农村这股邪气如果不压下去，村干部们就无法开展工作。这件事儿一定要调查清楚，尽快上报市局。明白。老宋啊，你和采石场民工商量一下，天太热，哎，中午啊让大家多休息，下午多干活儿。对。现在公路施工啊进度很快，碎石料已经供不应求了。好，拜托了啊。哎呀，这是怎么弄的嘛？这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我听说古路村的村民把你打了，我到医院去看你，医生说呀你又回来出院了。怎么样？伤得重吗？哎呀，这些村民呐，简直是无法无天，胆子也太大了。哦，对了，今天下午啊，市纪委彭书记打来电话，
您不在，让我告诉你。什么事儿，竟然惊动了市纪委？嗨，有人打电话向他反映，说我们镇干部啊，工作简单粗暴，啊，还说我们镇干部动手殴打村民。哎，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要严肃处理。严肃处理。是要严肃处理，但要弄清事实真相。哎，我在电话里啊，已经替你做了解释，这事不怪你，啊。小李啊，我早说过，群众工作难度大，做群众工作首先要从思想上多下功夫，不能简单化。迁坟的事，咱们一次做不通，还有第二次、第三次吗？你看，这次闹成这种冲突的矛盾，在群众影响多不好啊！啊，我看这件事啊，镇领导要好好吸取这次教训。以我的经验呢，凡事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啊！我看这事儿不能一下子化了。至于该怎么处理，等派出所调查清楚再说。现在我要到医院换药了，石培。哎，喂，我就是。什么？他经常深夜到李东江房间去？啊，是那个播音员吧？我见过。啊，我有感觉。对，我绝饶不了他。啊，谢谢你告诉我这个情况，请问你是谁啊？你表哥在报告中提出要尽快解决供电问题，要求是合理的，镇政府有责任协调解决。告诉你表哥，请他放心，这事儿由我来办。李东江，什么时候你的办公室改成播音室了？一个播音员不在自己工作的地方待着，成天缠着你这个书记镇长，算是怎么回事？婉丽，你怎么来了？我来的不是时候吧？万姐，你别叫我万姐，我说他怎么老不回家呢？原来这儿有人比我更有吸引力。婉丽，婉丽，你胡说什么呀？我们在谈工作，你不能乱讲嘛。是，你们是在谈工作，都快谈到一张床上去了。你跑什么呀？我来了你就跑了，我没来的时候你们俩在干嘛呢？婉丽，你疯了！婉丽，你要你去扶他，我们母女两个天天在家等着你，你早把我们忘了吧？我看你是不想要这个家了。婉姐，你听我解释吗？听你解释，你解释得清吗？别人电话都打到我家来了。你冷静点行不行？这是办公室，你要考虑影响。
什么影响？你都做了，我还不能说吗？我做，做什么了？你怎么不讲道理呢？我跟我老公说话用得着跟你讲理吗？我跟你讲得着理吗？有你什么事儿？怎么回事？有话好好说嘛！奇妙，你太不像话！李书记啊，你怎么一个人躲到这儿来了？我问了好几个人才知道你在这里。我想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有事儿？哦，是这样。一个人那里，我和曹副镇长做了一些工作，他现在已经明白上了别人的当了。李书记啊，你可千万不能为此事影响以后的工作啊。不会的，我想一个人在这里思考一些问题。我在想，咱们温泉镇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街道、古建筑、古庙，我们应该很好的进行综合开发。什么？伤势怎么样？伤得很严重，采石场人员已护送他到医院去了。你别离开现场，我马上就到。采石场出什么事了？宋支书被炸。露露，你赶快到医院，让医生全力抢救。好，我去了。怎么回事？有一个人经过我们爆破现场，没有听见我们的喊声。宋支书他到底怎么了？他李东江，我问你，你还让不让我们这些机关干部活下去啊？老高啊，什么事儿发这么大火？我听说啊，
你把财政所的所有资金，都拨给修路工程去了，连机关干部的工资都没有留啊！这些情况都是朱所长告诉你的。告诉我又怎么了？这又不是什么秘密，人大本身就有监督的职能。监督可以，人人都可以监督，但绝不可干涉。 你怎么能说这是干涉呢？啊，温泉镇书记镇长黄国豪几次，从来就没有见过像你这样扣发我们机关干部工资的。不是扣发，是推迟半个月发。工程施工急需购买物资和机具，农民的补偿款得先付。建新街的土地合同签了不少，但现金兑现的不多，这些都是暂时困难。 总不能为此把工程停下来吧，老高啊，有件事儿我要告诉你。那50万财政资金，我已报告了市里，市纪委正在进行调查。 既然如此，我们走着瞧。今天召开镇村两级干部会议，只有一个议程，就是研究和讨论。 我镇新农村建设的各项规划和实施方案，在没有正式开会之前，我向大家通报一件事：接到市纪委通知，我镇人大主席高仲因挪用财政资金和收受贿赂，已被双规，希望大家引以为戒。 山乡野菜。
相依在。